记录原住民服饰文化的书籍问世，由曾春满编著，李竹旺摄影。书内记录台湾十六族的服饰、首饰等文化艺术。编著动机源自大学到屏东来义服务经验，时隔三十年，起心动念下就展开漫长的搜集资料工作。然后一写呢，就停不下来。然后这期间就历经了七年的这个酸甜苦辣。看见原名服饰的珍贵，曾春满花了七年时间完成，当中更碰到照片版权问题，而光是照片重新拍摄，摄影师李竹旺就花了三年时间。我们今天要做一本书来讲的话，它必须要有一个形态，或者是要有一定的一个品质哦，甚至有要针对它书里面的内容去做拍摄。写书过程，原住民族传统智慧财产权上路，资料中的内容呈现同样碰上挑战，也花了作者不少时间。这四个月真的很痛快，但是我今天也是心怀感恩，觉得能够完成这本书真的不容易，而且是十六族。除了我们感谢之外，我们也可以为我们下一代的后代的这个子孙呢、啊，来给他们分享。耗费多时，就是希望把原名服饰之美传承，也希望借由这本书，让更多人了解并尊重原名文化。原视新闻阿拉斯许家荣把号台北市采访报道。